来关心中埔乡的消息。每年三月，北江溪花以及中基路黄金红林木绽放，金黄交织，非常美丽。为了分享这片美丽风景，继去年活动广受好评，中埔乡公所以及中埔乡农会再度牵手合作，要邀请民众做伙来参与这场春天乡宴。顶礼拜中埔第一遍来闹元宵庆祝彩粿活动，刷落来是花团锦簇的春熙风铃。由公所啊，佮有农会共同精心打造这件的活动，无同的方式呈现，予中埔乡展现多元的面貌，结合中埔乡内文化、产业、生态的连接。那我们的，其实我们这次一个花海区，那因为黄花预先开了，气候的原因，所以这个我们会陆续哈，我们的啊黄坡师会啊在下。九号之后陆续的开放，那我们花海区也会布置一些艺术的装置，有城堡，还有一些美拍的一个布置，那欢迎大家有空西家待见，这个中埔中义桥下的巴掌戏班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春的想念，还有一个春天的气息。春熙风铃就对日时延续个暗暝，要予民众做伙来感受春意盎然的气息。除了黄花风铃木，今年嘛特别整理花边，伫花边种植了网蚕。花海将伫活动了后开始陆续绽放。伫开花的时阵，群花相映是非常的水。花期维持将近两个月。和平时散步河滨的民众做伙来感受春天的美丽，这是中埔特别准备给各位的惊喜。这礼拜的周末一连两天，邀请大家做伙到中埔赏花、散步、拾刺激。最新新闻中心中埔乡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。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